小红帽与大灰狼模式太上头了。哇，这个模式太好玩了，这局我是姚太郎，负责把所有的小红帽打晕关进笼子里。出发，小红帽们，我来了。发现一只上下翻飞的小红帽，小红帽你休要狂，你身后有大灰狼呀，跑得还挺快。咋的人呢？这里面竟然躲在屋檐上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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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局还吃了个宝贝。算了，不追你了，换目标。这个也跑得飞快，追不上。这有个吃蛋糕的，还想跑？你不要过来！你别笑。放个夹子夹晕他，再把他干掉。我操，我还会做手术的我。我操，我还开慢步，开慢步打你，开慢步打你，开宽不卖。啊，这还有开全部卖的小红帽，说开卖不打，那真是低估我姚太郎的阴险毒辣了。开慢步打你，开慢步打你。去世去世 KO。 我疼。来营救队友的，一起收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又跑到屋檐上去了，还用了个闪现逃了，会的技能还不闪呢、啊。又来救队友了，那你完了。嗯。哦，四级了，解锁了新技能透视和钩子。小红帽还想藏起来，真以为我是小龙虾吗？先用钩子给锁起来再杀。哎，这造型挺别致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后面这个还想跑，一个回手套带走了他，顺便给队友一棒。哦，这个小红帽已经升级为猎手了，可以使用猎枪了，不过也只是垂死挣扎罢了，最终还是我们大灰狼队大获全胜。简简单单，平平无奇的第一名，大家快去玩吧，这模式太好玩了。欢乐吃鸡，欢乐有你，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上战神了。